the seed of the afflictive emotion is burnt away, and we will not have to experience its fruition in the future. So that is the meaning of this samaya.当一个人没有这种正确的觉知，关于我们必须要做什么，我们必须要舍弃什么时候，那么就容易继续的造罪造业，继续的在过患中生活。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来认识这些烦恼跟执着的本质，就而继续造业的话，我们就造成了继续轮回受生的。 原因，甚至继续在三恶道里面轮回受生，所以怎么样用不同的方法来净化的心意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一个弟子能够持守好好的持守三昧耶戒，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一个人能够好好的持守三昧耶的时候，就能够得到，比如说我们前几天有灌顶，就容易得到灌顶的功德跟加持。如果没有办法好好的持守三昧耶，严重的时候甚至有可能的下堕到地狱道去。三昧耶本身是一种连结，好像把在无形中我们跟人跟人之间。 弟子跟弟子之间，弟子跟上师之间，甚至我们跟三宝之间的一种连结。除了连结之外呢，也是我们对彼此的一种相互的一种责任。它是一种 commitment， 是一种彼此的对方的一种信守的承诺以及责任。 如果说我们没有尽到这些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发怒忏悔，对于我们不好的负面的行为而感到忏悔。如果说能够真的这样子好好的受持三昧耶，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所犯的一些烦恼呢，这些烦恼。 升起的烦恼，他的这些负面的过患也容易被摧毁、被烧毁掉。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弟子之间可能会彼此看不顺眼，会对对方产生嫉妒的心理。可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立刻想到，就说：“哦，他是我的金刚师兄弟，我不可以有这种不好的想法和心情的话。” 马上忏悔，马上在你做任何实际的行动之前呢，就把这种念头给去掉，那么自然就不会这个种子就会被消掉，就不会去积业了。同样的，对我们自己内心的嗔恨、跟贪心等等的，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做。在我们做出一些具体的行动之前。 马上意念有一个正确的觉知，能够进行忏悔，那么这些种子就不会成为现行，它的业就会容易被烧掉、烧毁掉。嗯，所以跌倒了，嗯，让跌做工的，嗯，托把用这些来用这些嘛，是不是用这些来用这些嘛，是来用这些把工的这些生活的内容，当不让个生活内容让给洗了，这跌了，他妈给我他们给吧，多把天用心了，这什么天的？这没是个种搞的来的，托妈没把的，打把的吃了，搞的生活内容嘛，托妈的，这哪里把子？ 马里巴提哩，他当我们就拿进去，拿完就把地拉地呢，肯定牛毛把种起，牛毛把种起，我们马进啊，这个来啥的？他妈要有嘛的，他妈要有嘛的，我他妈他妈都把这边，他妈来过来，那么别为今年的，今年来就来了。
否则呢，就他妈没讲他妈有理子，他就上去城里边有理子，他妈，第一次呢，人家这么的人马里巴西巴的，他他。让个钱不得了，给么个多把五十斤，那还过不了。嗯，那嘛是呢，大嘛钱不大嘛是吧？得先去几百买把来去。得大嘛是呢，等于大姐你通过药嘞，他肉你通过药嘞，那就你通过你通过药嘞，得了钱嘞，那恰当多把你解药嘞。钱不得了，我连通出了肉你呢，同样你买这把还过药嘞。大金就买着吧，搁到大瓦了今年，少几多钱大瓦的门前那样放里。哦，三个大楼那个那个，里面的多把新兵，你希望在大红红西呢，立出来些。没那里被搞的什么，牛毛让仓是关了，一些早落了没的。没有少几下工呗，多几下工呗的了。我最大的生了牛毛节的下工多些的，最高的。这出个新的，我这啷个下锅头，啷个背？你写到里下锅头，这得嘞。新进去吧，这三家就没得嘞，六家就没得嘞，嗯，二家一些就没得嘞。这有毛稀松啊？这种可把个他妈有嘞是啊。So on the path, in the beginning, what is most important?Is to understand the workings of karma. There are many faults in not understanding the workings of karma. So in the beginning, we must recognize our own mind, the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thoughts within our own mind. These are the seeds for our the future fruition. If we fail to recognize the virtuous and non-virtuous thoughts within our mind, we continue to be deluded. Since time without beginning, up until now, we have been deluded because we have not recognized the nature of our mind. That is, that non-recognition is called ignorance. It is the grasping to a self, the notion of I am. And from this,grasping to a self, the six afflictive emotions arise, and failing to recognize the afflictive emotions, we engage in action, and so we accumulate karma. It is said that samsara has no beginning, and if we fail to recognize the nature of mind, it also has no end. We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within samsara.But depending on a spiritual master who introduces us to the work